们清洁我们的毛孔。现在只要静静的等它20分钟，就可以帮我们清洁我的皮肤。那这20分钟呢，我就来带大家看看其他幕后人员平常都在干嘛，然后顺便问他们觉得我脱外面膜的感觉怎么样。妈妈哥，马哥，我看起来如何？你怎么漂亮？我现在看起来如何？还是很漂亮。那你看，你看这种，你觉得这看起来舒服吗？很舒服。你想不想用？舒服。舒服。你谁？你好，你们先等一下，爸爸。帮默默请回去。是不是觉得我的泡泡正在消退，对吧？当然，上次我就跟他把它洗掉，然后来看两边刚刚跟现在的差别吧。我上面的肤色跟下面也差太多了吧？我刚一洗掉，我看见你们吓到哎！宝宝，你们看一下他现在的样子。我要去反问一下，刚刚被我反问的人，他们觉得我涂完的效果如何？对啊，他有说对，现在有没有用？对，哎呦，你闪闪发光的少女，需要去男朋友吗？去啊 ！OK， 我台楼第3272顺位，谢谢你。再见。我问号。你不要吵我，你赶快去工作啦。我问号。好，走开。